单玩，我是乐乐，好久不见。为什么觉得我这么久都没有来介绍好康呢？就是因为不是好东西绝对不介绍。没错，我们这一次呢要来介绍的是叶阳米商行他们过年期间推出的明星商品兔年旺日新气组合，金阳。告诉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女生。里面第一个它有手作红枣桂圆姜母茶，然后还有我们的玫瑰四物黑糖茶，以及这个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红梨黑米五行豆养生粉。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姜母茶不是在外面就买得到，或者是什么玫瑰四物也便利商店就有了啊，我干嘛要这么麻烦？他们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它全部帮你浓缩在这个黑糖砖块里面，一小小包，随身携带，放办公室，放在家里，想喝的时候丢下去，只要等两分钟，马上就有一杯热乎乎，对，就像经期来的时候会不舒服。我们的玫瑰四物呢，它就是可以缓解你经期的不适。那里面呢，它又有我们的黑糖，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些铁质啊。我们的姜母茶呢，里面不是只有姜跟黑糖，它还有红枣跟桂圆，一样都是可以帮我们补气补血，然后让我们有好气色来泡给大家喝喽。热茶壶，热水，撕开，倒进去，等待两分钟。保温瓶，姜茶，热水，等待两分钟。现在帮大家喝看这个玫瑰四物黑糖茶，真的是好好喝哦！它完全没有中药味，不敢吃补的，不敢吃中药的，这个绝对没问题。这个是我们的红枣桂圆黑糖姜茶。超香，真的超香哎！认真倒给大家看，它颜色啊，哦，有没有看到超美、超美、超美的颜色？哦，它的姜茶可以哦。对于像有些人，他如果喝姜茶会怕那种会太辣的，这款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再来呢，是我们的红梨黑米五行豆养生粉。现代人呢，真的是很注重养生。准备呢，这样子一罐养生粉，放在办公室，放在家里，真的都很适合。不管你是当早餐、当下午茶，又或者是当宵夜，你会不会担心？是不是没有饱足感？告诉你，绝对不会。它里面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哦，有红藜麦、红薏仁、黑米、黑豆、绿豆、黑糯米、黑芝麻、黑木耳、小米、米豆、糙米、燕麦、大麦、小麦、荞麦、红豆、白果、黄豆，还有玉米。早上很匆忙，来不及去买早餐，吃外食又不健康，这个时候呢，依照个人的喜好，就是加个两匙冲开水后，然后如果是不太敢单纯吃养生粉这种补粉类的朋友呢，你可以额外加鲜奶或是豆浆，也是没有问题的哦。超可爱的碗，一匙、两匙、三匙，加热水，搅拌。美味健康又营养的红梨黑米五行豆养生粉，看是不是超级方便的呢？他们真的很用心，他们是研发非常非常的久，才有办法把四物啊这些中药的成分啊全部融合在这个一小小块的黑糖块里面。对，真的是很用心，而且啊这个真的是超方便，我自己觉得超爱。而且它的那个黑糖就是不会太甜，鸡蛋很方便，然后只要等两分钟，就是只要你有容器可以装热水，它都可以泡。然后尤其这个像我大爱的这个，加鲜奶加豆浆都超好，就是女生就算怕胖，拿来当宵夜也非常好，而且很营养。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大家赶快哦，赶快过年限定版本，过年限定组合，赶快上网去抢购咯。好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